我非常感谢哈，我们彰化市，也不单彰化市民啊，这也有很多外来的客人啊。嗯，但在多年都一直照顾到现在，很感恩啊。嗯，好，谢谢了，谢谢。OK 啊，刚无没有传染给下一代是吧？无啦，因为我刚刚就是嘛，因走嘛是无用啊。系啊，而且伊走嘛是要过来倒转来，我嘛看到了，我一定会甲倒转的。啊，我做那边做。啊！你怎么突然有这个念头？那熊熊哥，我已经是想了两三年了。我本来想讲啊，怕人大家讲，人客都不忍心啊，不忍心一年拖过一年，搁拖两三年去啊。嗯，系啊，搁拖嘞嘛是搁状况，搁拖嘞五年，你嘛是搁咧做啊。总是有一天一定爱退啦。啊，这把是完全拢要甲退掉就对了。对，我东西都拿回来了。哦，拢退掉啊。就我打算好好休息了，打算好好休息。那小孩子他也，他们只上他们的班就好，他们有他们的事业就好。工作就好。那我们希望我们。那对吃小孩子对做吃的我兴趣。哦。是啊，伊中午有兴趣，我嘛无伊人搁做啊，伊上这样的。我这个很难。哎呀，咱他儿媳妇爱个倒水，他的丁鱼没有休息啊。哎呀，咱家己都做到无爱做，那可能都叫家己。可是彰化很多民众。一片哀嚎嘞！哎呀，一片哀嚎嘞！别的地方也有啦，啊，某一点还是我们的啊。我那都一个一走就干一百万，哎，然后呢，是讲差不多安尼等十年啦，我已经做30年嘞，你做30年啊？所以跟国税局要来你们开发票没有关系的。我来，那我不要，我不要，你干啥呢？所以没有这个，是单纯我们想要退休就可以了。对啦，但还国税局你们想退休已经想两年了啦。对啊，哦，很久了。对啊，在疫情开始，我们一直想，反正疫情的休三个月。疫情那时候生意受到影响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我没有。我是讲，我较未去用传染。我唔捌受到疫情的影响，哎，可能你把给抢了。有啦有啦。那个疫情，哎，我那么差啦。哎，这个摊子跟了你们30几年哦。60年。我老爸都在了。60年。嗯，这大差不多50年。你我老爸要打包啊。之前在哪里？永乐街。永乐街。哦，在夜市里面。